開心嘅事，因為香港嘅運動員同埋中國嘅運動員都可以一齊可以見面啊，可以互相認識啊嗰啲。內地嘅運動員嚟到香港，可以都可以認識到唔同嘅運動啦，同埋可以向其他人介紹佢哋自己嘅運動。我最中意嘅奧運健兒係潘展樂啦，咁咧佢年紀輕輕咧就打破咗呢個嘅世界紀錄，仲為中國隊咧喺奧運會游泳項目裏面攞到金牌咯。他最近的採訪是說，希望香港小朋友以他為榜樣，然後你怎麼看待呢？我都希望咧可以好似同佢一樣，可以參加奧運會為中國爭光。